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出人们心中的曲折。我想我会快乐，要有你的温热，这边的空气真好。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我们心头的白鸽。我想我很适合当一个歌颂着青春在风中飘着。好的，我们欢迎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呢，来到我们的高雄非常知名的永裕爱河。当然在今天是星期一的夜晚，那刚刚也听了美丽的秋天，唱了舒服浪漫的歌曲，先给现场所有的嘉宾朋友们，记得到他的粉丝也按个赞打个卡。那当然呢，在今天呢，哇，我们爱河啊，现在呢在不定时的时候呢，都会举办一些摸彩抽奖的机会，来提供给我们现场所有呢幸福的观众朋友们。好，现场的朋友准备好了，好，刚刚我们的电脑选号选出来幸运得主，发票号码号六码416，赶快对，赶快对，有没有？没有。有没有？谁中奖了？举手让我知道一下，让主持人知道一下。在哪里？在这边吗？好，那今天是我们永裕爱河的特别节目时间哦。那当然呢，刚好就在星期一，刚好你们来。好，我们先献上一个特别节目的时间来给我们这个幸运得主。然后呢，等一下就把奖品颁发给我们的幸运得主。有请吉祥物上台，来，现场的朋友来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我们永裕爱河的吉祥物。我认输了，我愿意陪你骂，陪你争到你心疼，也愿意陪你哭，陪你轮回我青春。不需要去规则，抛弃纪念法则，才发现最成熟的爱是我。非常可爱的吉祥物哦，这是我们 Hello Kitty。好，再一次掌声鼓励一下来。好，来准备一下下哦，我们要将这个奖品要送给我们今天的幸运得主哦。好，来，请回头看。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来，你先念一下，这个照片上好眼熟。幸运得主，来，你现在感不感动？感不感动啊？来，所有的朋友们尖叫声来一下，好不好？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询问一下，您听回答我，感不感动啊？好。
好，没关系。来，我们现在请幸运得主来到舞台中间，来，小心，小心步伐，小心步伐。鲜花，美丽的像童话。想起那年初夏，我为你牵挂，在一起就犯傻，丘比特轻轻飞过月光下，潘多拉她听到了回答，礼堂钟声在敲打幸福的密码。Oh my love， 咱们结婚吧，好想和你拥有一个家，这一生最美的梦啊，有你陪伴我同闯天涯。Oh my love， 咱们结婚吧，我会用一生去爱你的，我愿把一切都放下，给你幸福的家。好，这个影片呢非常的感动哦，虽然呢这个是属于两个人之间的秘密，所以没有办法跟现场的朋友分享，但是让现场所有的朋友来见证这个此时此刻呢最感动的时刻，现场的朋友来掌声鼓励一下。下来的这个时段呢，我们邀请我们现场的亲友团请出现，来，掌声欢迎。哇，邀请我们亲友团来出现，然后每个人带着一束美丽的玫瑰花来献给我们今天最美丽的女主角，掌声掌声，不要停好不好。哇，这个非常感动的时刻。好的，来，一位一位呢亲友团来将这个美丽的玫瑰花美丽的女主角讲一句祝福的话好不好？祝你永远幸福美丽，而且每一天都像今天一样的样子，天天惊喜，天天幸福，天天快乐，来恭贺木啊。好，主持人讲三二一，大家讲一句一定要幸福，三二一，我们要神秘嘉宾出现哦。好，来，我们将我们中间的走道位置来让开，让我们的神秘嘉宾出现在现场，掌声欢迎。神秘嘉宾是谁？真的是来请我们男主角的爸爸妈妈要讲一句祝福的话给予我们的女主角。对啊，来，主角的爸爸妈妈哦，来，希望我的女儿永远幸福快乐，那今天得到一个好老公，来，恭贺。好，来，爸爸，爸爸，讲不尽，对不对？宝贝女儿，你看从小照顾到这么大，你看亭亭玉立，很有个性，可是一定很体贴，所以你看所有的亲友团都来到现场了，现场的朋友们再一次尖叫声。
死因老爸啦，哎呀，伊有新鲜经验呐，嘿，以后恁若有啥物代找我讲啦，哈，太好啦，我之前在看大尾我摸迄骨皮啦，哈，OK， 好，没问题，来，爸爸再抱一下女儿好不好？现场的朋友掌声鼓励一下，谢谢。当然呢，好，爸爸妈妈都上台了，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呢？接下来是谁？是 Hello Kitty 吗？不是，对不对？不是 Hello Kitty， 青牛团。接下来是谁？Kitty 穿比基尼，好来，不是，不是你，要不然是谁？在哪里？是这个吗？是这个吗？来看一下是不是哦。掌声鼓励。想要对我的老婆说。好，老婆，往后的日子我会用心的去照顾你、保护你、爱护你。往后的每一天，你没有伤心难过，只有幸福快乐。我要让你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当全世界最幸福的你吗？老婆，嫁给我好吗？哎，等一下，等一下，太小声了，太小声了，太小声了，对不对？对。再掌声鼓励一下，给男主角好不好？老婆，嫁给我好吗？嫁给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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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嫁给他。来，他太感动了哦，来。对对对对，你再讲一次，你再讲一次，快点，麦克风给他，麦克风给他，对。I do, say I do, say yes, say yes. 老婆，嫁给我好吗？大家一起来 say y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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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yes. 嗯，你也算对不对？来尖叫声。收下你的幸福戒指，这代表呢，你们两人呢，在我们呢神的恩典之下，你们永远幸福快乐又美满。再一次掌声鼓励。第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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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能讲垃圾呀？垃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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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鼓励。Oh my love。想和你拥有一个家，这一生最美的梦啊，有你陪伴我共创。